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、哦、，y 是这个 x 函数了，好，在 x 等于2那一点的话，取 dx 等于 0.05， 那么 dy 应该多少 ？dy 我们晓得哈、哦，是等于那个 y 微分嘛，啊乘以 dx 嘛。好，那这个 y 对 x 的微分哦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等于 x 减掉1的平方。上面为乘以下面部为减掉上面部为r 为下面，好，那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 x 减一的平方啊。好，那这个呢消掉，这个消掉就负一减一嘛，是负二。好，所以这个就等于 x 减一平方。它会是负二 ，dx， 好，这 a， 那 b 的话呢？它是说当 x 等于2的时候 ，dx 带 0.05 的时候 ，dy 是多少 ？dy 哈就是等于带2嘛，哈 ，x 带2负二，二减一的平方嘛，那乘以多少？乘以 dx 是 0.05 嘛，那这个是一呀。啊，所以这是负 0.1 啊，所以 dy 是负 0.1 啊。